我们管这个叫小乌鱼。在海边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水煮蘸辣酱、蘸蒜泥，鲜嫩脆爽。我们将整个小乌鱼用剪刀剪个小口，然后拽出黑线，里面的内脏都是可以吃的，而且特别香。把头翻过来拽出鱼骨，水烧开放入食盐。我们下入处理好的小乌鱼，开锅烫三分钟就可以了。烫好的小乌鱼色泽洁白，颜色诱人，整颗蘸入蒜蓉辣酱，那才叫地道。学会的家人一定要试一试。